的确啊，五夺的好坏球差距真的是比较明显。嗯，啊，这球打成了一颗飞球，中外野手看着球，看着球，看着球，看着球出去了，又是一发两分全打。这场比赛里面呢，看到这个每一次中信兄弟得分都是一棒打两分，两支全打，另外再加上一支这个二连打。所以张志豪呢，现在也敲出了七发全打，本季呢